妈妈许愿清单就想要大脑别再转。医生可以帮我许愿吗？是啊，我希望我能够大脑停止运转。医生平常白天真的没有在运转，但是很好的时候就真的大脑就不停的转，就真的恶性循环，因为晚上没睡好，然后白天又脑痛。建议你的水果其实可以放在晚餐之后的两个小时之后吃，大概一个小时之后你就会帮助你入睡，就会有一点小小的。今天晚间8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